钱块钱，什么贼？一个轻块钱的呀？他说确定这里面是两千吗？是啊。你别查了，现没用的，赶紧把钱还给我。哎，干嘛？你当然是去找失主啦！你找什么找我？我就是失主。这钱包里面只有一千块，你丢的是两千块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了这钱包不是你的。 Yeah.